奥尔呢日出席活动讲到前男友周子阳最近透过律师发和解信俾佢，希望可以和平处理事件。Lily 强调同对方私下已经冇再联络。你有冇收到呢个信？联络咗律师之后系收到嘅。系啦系啦。但你接唔接受呢？其实佢有冇道歉？我大家都系想将呢个真正嘅事实真相俾大家知啦，咁所以交俾律师处理啦。即係過去呢幾個月咧，有呢啲新聞啊，即係令到好多嘅傳媒咧都為我同家姐嘅事而煩心咧。我自己係覺得唔好意思嘅。咁而喺呢件事上面咧，我都好希望可以係將真正嘅事實真相去俾大家知道咯。咁我亦都相信，即係法律係會還我哋一個公道。